一定要一双自己的球鞋，然后上次射箭他失败，所以这次呢他打算跟我打篮球，然后他要跟我单挑三局，第一局是动摇，第二局是定点投篮，第三局是他投篮就进了三分。加油，可以。行，好，那你发球吧。一个点，还有两门，咱们第二轮早点。这个真不是行吗？你可以试试，这篮板很好。你这个投篮下来的，是吧？好，现在已经打了两场了，然后2-0领先了。可能因为我现在手感还行，因为我弟最近其实手感还挺好的，但今天刚好受伤。然后我决定为了弥补他想要球鞋的小遗憾，然后第三局如果他赢了，前2局都算了，大比分赢了。然后第三局你自己来选，选一个你想来的。好，行，你发球，我投篮，行，记得。
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最后时刻三分我一个都没进，结果现在刚球鞋，回过去楼上上课带他去了。鸟啊！哎呦，其实买球鞋去比赛都是不重要的事情，重要的事情是要运动锻炼身体。我再蒙一个啊，弥补我三分的遗憾。摸了个手印儿。